球啊！我感觉我站这位置怎么站他都不太得劲儿。我站这儿吧，人家下面来能给我看的。我站这儿吧，人家上面来我看不见。我站哪都有点问题。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不灭狗熊还行啊，不是那什么征服者之类的，可以接受。莫甘娜打野很厉害吗？很厉害，但是你得会玩。他学的可不？莫甘娜打野2分50秒，基本上野区刷完。我估计那狗熊的 Q 啊，就差一秒钟。扛吗？回家了，先来个耀光。我说实话，我2-3分钟都没到，我就把人给杀了，都连个666都没有，是不是已经就是杀人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平静了？就是感觉这一血我们拿是应该是随便拿，是不是？你这。还好啊，其实也不是随便拿一血的。这一血也很难拿的。再见！哎呀，我 W 技能蓝没够，太可恶了！这 W 技能蓝没够啊，没这蓝量。我想补个车，不过这狗熊也确实挺那啥的，胆子挺大的。我真的不信他能知道我 W 技能用多少蓝，你知道吧？我不太相信。
시험해볼까反甲우주류봉쇄哟升了升了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靠这也能咬着我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모든상황에대비해기다렸다고아야这狗熊啊不算特别会玩下边应该能杀我先抠你一下我这不没了吗兄弟不是狗熊又是打牙空了完事又没技能也不肯交闪现人家家中单一来把我一收我又跟他白打一波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내가하지저기학살중입니다我可吃塔皮了啊你像个精神病似的你能不能别追了你是不是有病你有病我给你治治打野不太行啊
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시험해볼까我说打野不行，不是没有理由的。你自己看一看回放，刚才那波那打野怎么玩的？你看看他打人是怎么打的？别的我就不跟你说了。他刚才打完一半狗熊不打了，跑去打莫甘娜，打完一半莫甘娜又跑去打狗熊，来回打。不过这狗熊确实比较难打，不太好打。13-2，另外我这也不是说炸了吧，就属于正常现象。我上路跟那狗熊打一波，人家中单来了，我也去跟人打一波，人家莫甘娜来了。别他妈吹了，你像你精神病了，你瞅那狗熊的 E 给你放的，整个就一不会玩。我就是摊了一个小炮车，那打野他妈7级，操你像个人了你。你老看战绩1-4，我1-4有啥问题吗？我们家14-2，我拿了我们家50%的人头。没个玩儿。本来就50%嘛，好一个50%，有什么问题吗？一共就杀俩人，他妈我还自己杀一个。적이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적이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적이전장을치격하고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우주류봉쇄打野和中单差距，压根儿他就不会玩这玩意儿，打野瞎选。
不会赖我，我这是应该一点机会不给这狗熊。那杀了我一回，不是那么很好打。关键胆子有点大，蓝没够用，蓝够用了我们也死不了。733，回家吧。还不行，这把还得水银血。这 AD 11级，天！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学习逆风挺好，我也想给你打逆风，但是不行，有一些畜生直接就挂机，逆风没用，逆风就挂机，上来就他妈开始送，送完就挂机。没个门儿，모든상황에대비해저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제압되었습니다야守塔吧，慢慢守吧。기다렸다고항상최고를추구해这狗熊其实笨得要死，但是他打野更笨。누가감히내능력을의심하지这傻子似的，这狗熊纯就一个傻子，我说实话，我说傻子我都抬举他。哎呦我的天哪，说傻子都能抬举他，根本不用脑子。就那波中单来了，我们没打死那狗熊，玩的有点难受。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내여정은我怎么打不过那人家六个头啊，你给我六个头那不打死他吗？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
那人家有中单，俺们家没中单；人家有打野，俺们没打野。看俺打得过去啊！太太，那出的一身肉装呢，还不是出的纯伤害，他要出点伤害装还行，俺俩打一打。出他妈一身肉装着，完事你跟我说打不过。